罗志祥大雨衣卖限量包被 giao， 发毛巾吸人龙怒火。雨下这么大，大家还在冒雨排队，还不是为了要见他一面。我也很开心可以信罗，是，然后信罗都很有爱心，然后很喜欢去帮助很多的人。小组组公益义卖300个限量包，但天公不作美，让活动充满火药味。现在他们淋雨了，现在粉丝啊，全部大大人小孩，全部大家都是错。我们今天不是说为了这个，我只是觉得说是大家粉丝都很热情，不应该这样子践踏粉丝的。哎呦，大哥大姐您就别气啦，小猪人站在室内，一颗心有和大家同在的啦。是先天的头颅炎，他还自掏腰包42万买600条毛巾。哎 ，PS 一条毛巾700块，好贵。各位不好意思啊，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，所以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淋湿了，所以我们待会活动马上开始啊，然后开始开始。他那个毛巾都有收到了哈，应该看他们的小孩子。对，因为天气关系，抱歉啊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是啊，应变措施要做。应变措施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下次规划更好。我们一个妈妈从多从嘉义赶来，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苹果娱乐新闻，下雨天大家心情都不好，报道。